好喂好喂，扣扣姐和麦克弟弟的独家花絮大放送来了。默契姐弟实锤了，经过不懈努力，最后两人决定唱 Moneymaker， 就是那个以前那个拍默剧黑白的那个，他呢常常用那种老的那种 piano， 对，越旧越好的那种钢琴声音，你是想用那种声音吗？一开始？对。然后我想象我在一个橱窗嘛，然后我就是其中一个那个叫假人。想法超赞的扣扣姐，我已经开始期待你们的合作了。这个假人吗？那你也是最好看的。那这个假人还会眨眼睛呢。给你看，我们排舞的东西，他都整个都学好了。我还没学，啥都没学。我只有一个半个晚上去学。其实我已经改成今晚回去了。本来是明天，所以今天会给他一个 surprise， 突然间会出现在彩排的房间。Hi Mike， 你又调皮了。现在是晚上10:50，我们刚下飞机，扣扣姐就直奔生生不息现场过来彩排，无缝衔接。辛苦了我的扣。我都没学这个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慢慢等。这样好看吗？你看，你教我哪一个动作好看？双膝到在，好看吗？你要救命吗？你可以随时都可以出来了，随时都可以出来了。你又调皮了。哇，我手挺大的。辛苦各位老师，我们准备一下再来一遍啊。凌晨0:55，我们下飞机到现在就没有停过，一直在彩排。第一天彩排结束了，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天吧。又晚上11点准备出发第二次彩排。经过昨天的24小时奋斗，今天又是满血复活的扣姐。扣姐不怕累的，多累多辛苦都不怕的。现在是晚上11点，我们出发去彩排，真的不能唱出来。今天唱出来，我看明天就没声音了。今天就走位置。昨天你是从无锡完事儿下了飞机，直接赶到彩排现场了。然后我就看你一直不停的在练习，一直不停。对，你这精力太旺盛了。必须要，因为我这首歌还没学。没学那个舞蹈，我非常在乎这个表演，我也不能拖我的拍档的后腿啊，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努力，更加的努力，赶快要把它学回来，一定要在舞台上表现得很棒。
每次都希望可以把自己最好的呈现给大家。如果是100分是满分，我会逼自己要120分、150分，因为我觉得100分是不够。好了，走了。跟着 Coco 上舞台。的八仙果，八仙果，每次都唱之前，然后就会让我的舌头射。这让我属实没想到。黑色的，人家想要问我为什么我的舌头是黑色，我只是想到那个狗狗，是哪一种狗，那个舌头是黑色，我就想到那只狗。我本来是想着整个好像歌剧吧，这个舞台呢就是是一个导演去整个画面把这个故事演出来，所以呢他一个表演一个表演，我是组装里面的一个假人，好像有一个魔术，对，他有就是好像魔术，然后呢就突然间就把我这个假人变成真人。好，3、2、1走。有没有什么？啊，你头上没有？我要玩红葫芦，哇，开门了！不愧是社牛的你。多了一步。对，可是它前面是就是我的 Q， 我的 Q 好短啊，就是好像只有一个 piano。一个 note 而已，所以我就很难知道什么时候唱。我试一下这一次。我试试看哦。然后我们把那个骨头碎的声音把它拿走，其实那个就已经很像magic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:23，此时此刻的认真哭。有机会再试一次吗？因为我们就是那一段舞蹈的那一段，每次都错。Coco姐主动请缨，又来了一遍。好，辛苦各位老师，我们准备一下 Coco 姐的 solo。姐辛苦了。现在下台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要马上进入下一段彩排。12:30了，我再等一下，他们换把道具撤了，然后再练我自己的。应该凌晨1点钟吧。累得满头大汗。哎，这样就可以瘦一点，多好，一举两得。啊，我穿了什么？这是我的女人。宝贝儿，女儿。那这位不是也是？那你们是？我们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睡着了。这期就到这里，还有下集，千万不要错过哟。